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。有人说他帮唐僧取到了真经，封了斗战胜佛，从此留在了灵山。也有人说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，真正的他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。还有人说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，他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猴子。但我要讲的故事你们一定没有听过，这个故事得从一只金蝉说起。咱们两个被灵虚真人拿去下酒。大哥，山门口那边好像传来些响动。别疑神疑鬼的，我大哥在这儿把守，哪个不识相的回来找死啊？那些狼崽子看不见，别以为就能过了老子这关。清修，又是只猴子。施主，不如放下棍棒，也同我学点佛法，如何？妖精，再往前走可要万万小心。小猴子，来这边。这儿这儿，看这儿。小神是黑风山的土地，在此候你多时了。笑，真笑。
啊，哎，再往前走就是观音禅院，当年也是香火鼎盛啊。哎，只可惜，哎，那场大火哟。后来啊，这禅院又被重建了，哎，可人心若是烧没了，修好一座破庙又有什么用呢？小老儿先走一步，等你过了前面的栈道，咱们自会再见。此时黑风怪的道友自称灵虚子，以你现在的道行，走了，小猴子快逃，还来得及。你若进了这道门，便回不了头了。
嗯。